界卫星空中护栏院，注意观众，注意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日是空中护栏院第二届净宗课程《无量寿经》第85集的播出，请大家掀开《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科会》第85页。科会第85页经文为第三行看起，85页经文第三行，请看经文：我爱逆定，苦心悔入，受益经法，识其书籍，识方行之。那么这是一段。这段这是佛大慈大悲怜悯咱，怜悯咱一切众生，所以苦口婆心在这搭教诲劝汝啊，就是劝勉啦。受益经法就是把这部经传授予咱，希望咱爱受持，希望咱爱读诵，希望咱常常忆念，释方行者，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凡是你认识的人啊，亲戚朋友啊，你拢应当爱劝导伊，也爱甲介绍这部经。这个法门，劝伊念阿弥陀佛。听唔听是伊的代志，伊要接受唔接受是伊的代志。咱爱尽到责任，一定爱尽到责任，把这个经法门劝告，向伊来劝告。眼前。劝伊啊，劝伊来学佛，来念佛，伊唔听，这也无什么奇怪啊，真平常啦。咱讲介绍，让别人听袂入去啊，伊袂接受啊，这也唔免见怪。咱家己爱认真修行啊，修两三年啊，咱家己相貌也变了。苦恼也无了，快快乐乐啊！迄阵伊就会问你啦，你为什么这么快乐？我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苦？你为什么会真快乐？迄阵你就会当甲伊讲啦，我依照无量寿经佛的教训来修学，所以得到这个快乐。当时我甲你教啊，你袂修。你若是修呢，你嘛是跟我同款的快乐，所以家己一定爱做，家己爱做出一个成绩出来，互看，安尼呢，人都会相信。所以当你劝伊，咱家己还无修出成绩以前，可能伊唔相信。家己认真修过几年啊，家己修了有成绩了。得到这修养了，慢慢啊，因些人伊就会相信了。安尼呢，就是你甲这人拢多来了，多就是帮助伊了。所以现在伊唔相信，也爱甲讲，唔免惊伊诽谤，诽谤无所谓。唔好讲我甲讲这个，又惊伊谤佛。可以做罪业咯，无遐严重。为什么呢？咱目睭看得清清楚楚，过几年啊，伊会回心转意，伊会认真修行，会护持佛法。你搁再看过去祖师，五一大师、印光大师，年轻的时候拢曾经谤佛，唔信佛法，谤佛。
方法。到后来呢，伊明白了，成为一代祖师，自行化他啊。所以呢，一开始呢，伊诽谤，伊无了解的时阵，这是难免啊。这个是免惊啦啊，免惊讲啊，伊惊伊诽谤啊，咱都唔敢将这佛法介绍给伊。所以咱一定爱，或者亲戚朋友啊，互你认识的人呢，爱甲因结佛缘。特别是结这个最殊胜的法缘，诸上欲减，何顺义理，欢乐自豪，这是教予咱家己爱做教的。家己对家己爱检点，爱约束，这就主教讲的爱忍辱，是一个意思。对自己爱节俭，爱约束。和顺义理，欢乐自豪，慈悲一切，孝顺父母，所作如幻，假诸悔过，去恶就善，刁门释戒。啊，那么这段呢，就是劝咱爱忏悔。如果家己有犯了过失，这是免不了。为什么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啊，总会烦着啊？烦了过是怎样啊？烦了过是不是不知影？知影之后爱忏悔。为什么我今日又搁起这个恶念？为什么今日我又搁做一个恶事？家己爱责备家己，爱当。改过自新，这叫真正忏悔。刁门释戒，这是讲改得紧。啊，感悟了，马上就改。奉持经戒，如贫得薄。啊，那么这种的中对啊，从这一句经文来。如贫得薄，那么这个是譬如啦，就好亲像非常贫贱之人，忽然得到宝物，发了大财了，啊！你看伊的心情偌欢喜，以这个来形容这境界无容易。境就是指这部经，界就是指前面讲的。五戒十善啊，爱断五恶，离五痛啊，离五消啊，特别是指这个戒啊，就是咱平常讲五戒十善啊。那么奉持这个境界，如贫得薄啊。该往修来，随心而行，过去所有一切过失，拢拢改改过来啊。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要把修正过来，叫做修行。这修行两字的意义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心而行，这随、就是跟我们清水那个水那个同一个意思、那么这是古早字啊，现在水这字呢，一个新字。就把心内肮脏的东西洗得干干净净，把我们的行为全部换过来。以前不好的行为，现在统统换成善行、好行为。自然感感，所愿者得。那么这个感就是感应。我们有感，诸佛菩萨一切善行，自然降福给我们。这就是咱平常讲的感应道交啊，这感应呢，自然的，所以你有缘决定可以得到。佛是文中有缘必成，佛所行处各益求诸，各是讲一个国家，益是都市，求诸是乡村。兄弟
啊，这个乡镇啊，啊，这个小一个地区，啊，在大一个国家啊，小个一个村庄，忽所兴处啊，迷不梦化。这佛所行处，简单讲就是佛教教育所推行的处所啊，佛陀教化所行之处啊。那么这个地方国家决定是吉祥的啊，因为呢啊有在推行佛陀教育啊，教化这个人民啊，啊，使这个国家地方。会当的人民啊，接受佛陀教育的教化啊，人呢知影通啊断恶修善。那么这个国家当然呢，就是真好啦，啊，真有前途。那么伊的好处就是下面的经文啦，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啊，会当佛陀教化普遍去推行，那么大家会当接受依教修行呢，那么会当得到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物依时、灾雷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恙啊！这是讲佛陀教化所行之处。这一个地方决定是吉祥富足的，所以是天和地利。第一句是讲人和，天下和顺，人和，人和之后就感应到天地也和了，啊，天也和了，啊，天啊，就指这个天然的这个环境。日月清明，风物依时啊！天也好了啊！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依波环境随着人心转，人心先啊。那么，咱大的这个环境呢，伊就改善了啊，这个环境就好。那么，咱一般民间讲的风调雨顺啊，日丽风和啊，啊，所以才会当感应到天和啊，天和啊，天下和顺啊，人和都感应到天和啊，日月清明，风物依时啊，这个自然界风啊，落的雨。拢会拄拄啊好，袂造成天然的灾害。那么换一句话讲呢，如果人啊不和，那么反倒转来了，天下就不和了。那么天下不和呢？啊，这个咱即马一般讲的，这个气候不正常啊，亲像即马呢，全世界啊，可以讲气候温度呢，拢无真正常。那么这就是说明呢，人不和啊，人呢不和啊。那么人不和呢，感应这天然自然界不和啊，人不和啊，在咱现实社会当中，咱看得真多啊。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整个社会、一个国家。啊，乃至整个的世界，啊，即马是虾米情形呢？不和啊，人与人之间只敢讲厉害，无讲道义啊，对我有利啊，今日是朋友啊，如果不利，就变冤仇人啊，这是真不和啊！啊，个人是安尼。啊，一个团体甲团体是安尼，啊，一个国家甲一个国家也是安尼，啊，拢敢若顾利害，无顾道义，
啊，因此呢，世界不和啊。现在呢，世界上大家拢希望世界和平啊，但是要如何达到和平呢？爱为人做起。人安怎做才会当和平呢？爱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如果无平等来对待，那么这个和平永远是一个口号，无法度去落实。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人啊，人呢爱去做。在地不弃啊，那么这就是讲。天时啊，一个日月清明，风物依时，即好咯。这个灾就是讲灾害啊，天灾人祸啊，天然的灾害，人为的灾害啊。那么这个雷呢啊，就是真侪灾难啦啊。这个像这个风灾啊，做水灾、火灾啊、地震。那么瘟疫啊，就是传染病啊，这种种的，这就是灾难啊。那么人呢，乃当修仙断恶，和平相处啊，这灾难不起啊，这都未发生了啊。那么这就是太平盛世啊，人民会当过着一个安乐的日子，忠德兴仁啊。那么大家拢是尊重道德啊！现代社会呢，大家的心理呢啊，尊重名利啊，啊，无尊重道德啊！你若要甲讲道德呢啊，伊会讲道德一斤是偌济钱啊？啊，伊袂接受。啊，只敢那个厉害，啊，不过笃定，啊，无要讲道德仁义，啊，这完全歹讲。那么太平盛世呢，忠德兴仁，啊，会当接受佛陀的教化，啊，大家会当尊重道德，每一个人心内拢会当兴起仁慈之心，啊，所以讲忠德兴仁，啊，那么。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那是每一个人心内拢有仁慈之心，当然啦、啊，这个地区绝对无任何的灾难啊！这个所在就是福地啊。那么，咱台湾地区呢啊，可以讲在30年前啊，啊，也是算一个福地啦啊，但是。30年以后啊，一直到今日啊，啊，可以讲啊，变成呢一个灾难真多的地区啊。那么最明显呢，是为921大地震啊。啊，那么迄处的大地震过来呢，啊，可以讲啊，大大小小灾难。非常的多啊，社会不安，人与人不和啊，无讲道义，人心刻薄啊，言语粗鲁，互相欺骗啊，从原来一个福地呢啊，比这个人呢，物价并不是福地啊，这是咱看到非常。感叹的一件代志，物受礼量啊，物是物必，这一句真重要。这是前面一切吉祥的因缘，为什么有会有这么好啊？使大家拢知影啊，拢知影礼啊，拢知影量礼量，拢会当明礼，会当忍量。啊，袂去烧钱啦！啊，现在社会是一个烧钱竞争的时代。啊，那么
明主讲一句话啦，讲上下交情理，其国为义啊。啊，那么这个是明主讲的话啊，讲一个国家呢，顶啊做总统，甲下啊老百姓，互相呢拢是争取家己的利益，无顾别人。啊，无顾社会，无顾国家，啊，只干那为家己自私自利，啊，顶下互相交情利，政府也贪，百姓也贪，啊，那安尼呢？这个国家呢，危险了，啊，真危险了，啊，那么咱看现在，啊，咱大这个国家地区，啊。台湾这個地区是不是安尼呢？确实是安尼，上下交情理啊！那么这就是咱爱明白。下面呐、啊，经文讲：国无道德，无有万恶，强不能弱。啊，就讲一个国家无强盗，无贼啊。那么这咱会当看出呢，这个国家治安真好啊，无有万恶呢。啊，那么这就讲司法公平，无冤枉好人。啊，强袂欺负弱，各得其所。啊，这真正是做到天下太平。这种太平为倒来，是佛陀教学所行之处才有。啊，那无接受佛陀的教化。唔经依照佛陀教法去做，啊，那么都无法达到这个，无法度达到这个目标。这件代志注意，那是详细去念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中国在历代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人民生活过得最好的时候，就是佛教最兴旺的时候。啊，佛法最兴旺呢，就是迄个时代国家最富强的时候。佛教那一衰弱，啊，国力也衰弱了，老百姓痛苦拢来了。那么你从中国2000年的历史，注意仔细去看，啊，伊这个兴衰，甲佛陀教化真正成了正比的。这是2000年的事实，啊，应当爱记住，爱会记，会记这款历史的教训，啊，这不是侥幸得来，啊，不是讲拄好去拄到，天下太平呢，不是五年呢，啊，无可能是五年，啊，无可能每一次拢是拄好去安尼拄到，啊，所以甲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化。有绝对密切的关系，所以佛法是世出世间最好的教育。啊，现在外国人呢，都爱向咱学习啊。啊，这外国无的啊。我爱你顶啊，释迦牟尼佛讲，佛是爱怜咱一切众生。甚以佛妙念住啊，佛陀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护怜悯。超过父母对子女迄款的爱护，啊，父母呢对子女的爱护呢，啊，上多呢是一生一世一世人。啊、那么佛陀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是生生世世，啊，当然啦、啊，超过父母啦。莫以出世作佛，以善攻恶啊，那么我这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那么佛伊自称就是讲，伊在这个世间来实现做佛啊，以善攻恶，以这个善法啊来化解恶业，这就是用善法来。劝咱改过，
来对治这恶法。拔生死之苦，令惜五德。拔生死之苦呢，那么佛法的教育呢，主要目的就是教咱如何来脱离生死轮回这个大苦。咱人啊，生老病死啊，这个根本的大苦啊，教咱认识这个因果，如何来修学，当脱离生死之苦。灵识五德啊，五德就是五种戒德：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五德啊。咱会当学得这五种的戒德，生无为之安，无为之安就是幸福，最终目标幸福。如果未当甲你提升到成佛，证到圆满的佛果，佛的教化也无算圆满，无算究竟。所以呢，佛出现在世间，就是教咱每一个众生啊，教到成佛，你才算一个教学啊，算圆满，算究竟。也不是成佛呢，虽然超出三界。成阿罗汉、成菩萨，这是阶段性的成就，也无圆满，一定到成佛才算圆满。讲五般涅槃呐，佛预先讲了，伊将来会离开这个世间，伊也爱离开，也爱走，经都渐灭啦，佛无住世了。那么这个经都渐渐都消灭了啊！佛的经法呢，佛的教戒呢，佛灭度以后呢，随着时间渐渐会变质、会衰退这就是经都渐灭啦。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伊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那么佛灭度到今日已经三千年了那么咱即摆呢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三千多年。那么经过三千年呢，当然这经法呢变了真侪了。讲人民谦畏，那么这是佛的一个预言讲以后会进行。佛预先伊就知影啦，以后有这款情形经都渐渐灭佛法渐渐变质。那么人民呢，谦畏就是，这个心拢无自性，无真实唔是用真心来咧学佛。讲修为障恶，五消五痛，九修专极。这个预言现在都看到了现在这个世间呢，恶、修、痛五恶、五痛、五修是加速度的增长，好像就立刻都要崩溃同款敢那迄个堤防爆发呢，要崩去，加速度的增长，无办法。止得掉，每一个人拢有贪心你叫伊卖贪，做袂到，无可能的代志。尤其伊要有理由遐人拢在贪，我为啥不爱贪为啥不爱多，不爱偷多这都无法度。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潮流，已经变成一个潮流风气。大家竞争，明争暗斗不择手段，这都已经变成潮流了敢若无安尼都袂用的啦。这是五恶、五痛、五消
一条流啊！啊，佛在即搭三千年前就甲咱讲，啊，咱即马即个时代就是即款的时代，啊，即要哪得了？佛在此地预言啊，咱现代的社会情形啊，是久后转机啊！啊，讲愈以后愈久呢，那么这五旺五统五消呢，愈激烈。颠转愈来愈激烈，逆定转向告解，如佛经法无得还呀！啊，咱今日正好呢，出生在这个潮流里面，真正是苦不堪言，非常之痛苦。咱家己感悟了，非常非常幸运，悟到佛法，不但悟到佛法，悟到佛顺境第一法。啊，这个难得，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用咱的智慧，用咱的能力，影响咱的家亲眷属，啊，邻里乡党，将来整个世界有劫难，这是强劫。强劫内面也有不强劫，啊，也有别劫，个别的。所以在大的洪流内面。也有小小的啊，一个所在啊，未被普及啊，这要靠咱家己努力。如果咱家己无努力，可以讲无法度避免啊。你想讲白，被这个洪水吞噬，会使讲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诲啊，唔好认为佛所讲的无符合社会潮流。那按你的想法就错了，无符合潮流是真的啊！这个潮流不是好的潮流，是恶的潮流啊！佛教咱在这个潮流爱逆流向上啊，唔好随着伊来漂流啊！漂流就对路了。我再看下面经文：弥勒菩萨合掌必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啊！弥勒菩萨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了佛讲的话，伊马上对当明了，对当感悟世人之苦啊！确确实实像佛所讲的，佛界诸哀悉度脱疾，修佛众会不敢为失。前面佛。告诫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接受依教奉行，这一段又搁讲了啊，真正是显示出佛的苦口婆心，救度一切众生的心非常的温切啊。那么咱搁看下一章啊，下一章才当看出佛的彻底悲心。前面这拢是言教啊，劝导人啊。那么劝导呢，恁唔相信，要安怎呢？我再提出证据来，互你看。你看到证据，这袂使唔信。那么这就是佛门上讲的三转法轮啊，前面是四转啊。那么四现啊，四转，那么这一段是劝转。言语的劝化，苦叫不心困难啊！那么困难唔听呢，搁再实现正转啊，实现正转，互咱看，来互咱做证明啊！请看下面这章啊，《礼佛献功》第三十八。那么顶面的这个位三十三章到三十七章，这五章的经文啊，主要是甲咱讲，咱这个现主持的世间啊，啊是五恶、五统、五消的世间啊，人拢做五恶啊，在现世受到五种痛苦的果报啊，将来呢，对着三恶道受五种这个。亲像火烧的果报啊，就是对地界啦。
那么五种的经文呢，劝咱断恶修善，那么就是修五戒十善。那么这一种是佛实现正转啊，证明确实有三宝世界，有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两位如来加持当时在会大众，叫一切大众亲目睭看到阿弥陀佛，亲目睭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自己亲目睭看到了、听到了，就袂使唔相信了。所以这三转法轮啊，才是到了做正转。实现宽面搁再证明给你看，确实有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假，实在在有啊。请看经文：佛告阿难，若诸欲见无量清净平等觉，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寿佛的别名。佛对阿难尊者讲。就是对咱大众来讲，六祖就讲恁大家那么见阿弥陀佛对这个意思，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这句话就讲恁啊，恁敢有想要见到阿弥陀佛敢有想要见极乐世界的菩萨、罗汉，以及因迄个地方所在世界。国度就是世界那么恁有想要看到啊？无，当然大家嘛想要看到，这一定的道理嘛佛前面讲经介绍那么佛问大家看要看无当然大家嘛想要看前面佛讲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大家也无见过。可以见到那当年就太好了那么佛又又说了你如果想要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应去西向那么你想要见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要站起来那么你起立向西方哪一个西方呢东立佛处就是太阳落山那个方向你向西方西边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佛教大家的方法你想见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照这个方法做阿难尊者真乖巧阿难即将做起真急一年会真轻马上就为座位站起来面西合掌顶礼毕言那么面向西方合掌，那么就拜落去啦，顶礼那么伊就别世尊咯，讲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弘誓正住神君伊就讲咯伊就依照释迦牟尼佛教伊的方法，马上起来向西方顶礼。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我以及包括大众现在愿意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供养弘誓正住神君下面讲顶礼之间佛见阿弥陀佛这就讲顶礼拜落去忽然就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了阿弥陀佛就看感应这么紧他这个顶礼呢头还没压起来阿弥陀佛已经现身已经在他们的面前了这感应太紧了勇敢公待阿弥陀佛现在心胸非常之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相那么这个相现在空中，而且这个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看得真清楚。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端。啊，不但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同时也听到十方一切诸佛隆隆的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啊，这部经就是赞叹阿弥陀佛的。由此可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无一尊佛无讲无量寿经的，拢拢在讲。啊，拢拢是苦口婆心，劝导一切众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无碍是讲佛的辩才无碍，无端啊是这个说法从来无中断过，一直拢在说。阿难别言，彼佛净察得未净有。阿难看到就讲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庄严是从来无听讲过，啊，无见到过，啊，所以伊接着也就发愿了。啊，讲我亦愿后生于彼土。啊，阿难这个时候发愿了，啊，发愿愿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阿难尊者在什么地方？伊现在伫西方极乐世界，经上讲的，已经发愿的，已经往生。当来发愿的，当来往生。啊，今发愿的，啊，今生现在往生。啊，阿难迄个时候发愿，伊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咱将来往生，阿难一定跟着阿弥陀佛到顶来。迎接咱，为什么咱念的经是伊结集的？阿难与咱的缘真深，啊，咱甲伊的关系真深，所以伊一定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咱。世尊告言：其中圣者，以赞千军无量诸佛，得众得本，逆欲成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这一句是佛教给他求生净土的条件。我们要记得，啊，佛跟阿难说，阿难是我们的代表人，跟阿难说就是跟我们说，一定要直下圣灯。啊，不要说这是佛跟阿难说的，与我不相干，那这样你就错了，你就大错了。阿难是我们的代表，这就是佛甲咱讲的，啊，对阿难讲，就是对咱大家讲。即大家大家爱留意啊，以赞千军无量诸佛，得众得本。啊，这拢是在讲咱在座每一位观众、每一位同学，不管你对这个法门是久学也是初学，啊，你学真久也是即马才开始学。不管你今日听了后信也是唔信，总共一句话，啊，佛拢甲大家收记了。啊，你只要遇到这部经，听这个经，听到净土法门，你过去生中已经亲近过无量的诸佛，证了德本。为什么？你若无曾经有这款殊胜的善根福德，你一生当中遇未到这一回，啊，你拄未到，啊，拄到这一回呢，你也无可能呢，伫电视机面前呢坐五十分钟，啊，或者呢，啊，听一两句啊就走了，啊，或者存着这个频道呢，啊，甲转到别位去啊，不爱听了。啊，那么你可以在电视机面前坐五十分钟，啊，纵然听了也是不相信，啊，你也是过去生中无量诸佛得种德本的人，啊，不是简单的人物，啊，因为呢，你有这个耐心听五十分，这是不简单。啊，普通一般人呢，
伊看都袂去看。啊，做袂了啦，啊，听一两句伊就袂去看。所以呢，你会当听。啊，纵然听了也有疑问，啊，你也是过去呢，曾经在无量诸佛迄搭遐呢，得种得本啊，甲一般人无共款，非常的人物。现在你即生啊，若要去西方，佛陀者教予你即句话就非常重要了。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啊！这条家呢，一心皈依，前面也曾经甲注意讲过，是皈依无量寿经，是皈依阿弥陀佛。皈是回头，依是依靠。我从今之后，从今日起，我学佛啊！过去我学了呢。真多真复杂啊！即摆我拢无爱咯，回头转来依靠即一本无量寿经啊！以前念真多佛，念真多菩萨，真多经咒啊！为今日起呢，我其他拢无念咯，专念阿弥陀佛，这叫皈依，这叫一心皈依，皈依即一部经，皈依。一句万德洪名，皈依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圣号，一生一部经，一句名号，你就决定往生，决定成佛。千万唔好错过了。这是释迦牟尼佛苦叫报心第二次告诫咱的。啊，咱看到，即大家讲。一心皈依瞻仰是第二次看到，啊，实在是难得。瞻仰是伫家庭内面供养佛像，啊，讲老实话，最好供一尊，上侪呢供三尊西方三圣，啊，唔好供上侪，供了上侪分心，供一尊，安尼心开专。我一尴尬，唔想的都是一个人，一尊佛。那么供养多了，看到这个，又搁看到迄、那个，啊，心就乱了，精神力量就分散了。所以呢，你又搁想啊，这个佛菩萨我已经供了偌济年了，现在我无供伊呢，恐怕伊会见怪。啊，这拢是你胡思乱想。啊，拢是你的业障。啊，你把这些佛菩萨当作凡夫。啊，你若念一尊佛，啊，所有诸佛菩萨，一个一个合掌欢喜啊。啊，看到你安尼呢，啊，伊知影你总是找到一条明路了。啊，未见怪哩，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拢希望你赶紧成佛。你现在已经选择这条成佛之路，伊本来袂欢喜，决定袂怪罪啊！啊，所以呢，唔免惊啊。下面讲作时遇时啊，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啊，讲完这话之后，啊，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诸佛国皆悉明现，如此一瞬，佛看到阿弥陀佛手掌放光，光中现出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境界不可思议，而且所现的叫你看得清楚，啊，让你看到什么？程度呢？如此一瞬，一瞬是八尺啦。啊，就像咱面对面啊，距离八尺，这么远啊，尔。啊，咱看八尺这个距离的物件，看得真清楚啊。啊，会当看得这么清楚，这是讲你看一切诸佛世界，就是敢那像看面前八尺，看得真清楚。
这是阿弥陀佛神的加持，真正不可思议。这集的时间到了，我们就报告到这段，下面的经文下一集再继续来给大家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